掌声有请三位男嘉宾登场。希望今天的这三位男嘉宾的爱情都能够开花结果。来，我们老规矩啊，我们听听三位男嘉宾此时此刻的状态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孙鑫。没啦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第二位。各位老师大家好，我叫李航旭，来自吉林省长春市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各位老师大家好，我来自吉林长春中国仪器研发总院，我的爱好是打篮球。各位老师给他们三个男孩子打打气。在哪儿相亲都一样，看的都是人，对不对？谈的都是真诚，所以呢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用紧张，不会因为你们紧张和严肃会认为你是个严谨的人，你反而要放开自己啊。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我们女嘉宾的芳心。